歌手卢巧音8月21日在社交网悲痛宣布爸爸离世，昨晚他一直在医院守候，在社交平台上再身处医院病房外的照片，并念经南无观世音菩萨。释卢父延至今晨离世，陪爸爸走最后一段路后，卢巧音上载爸爸年轻时黑白旧照，留言话：爸爸毕业了，多谢你，我们一定有缘再会，下世如果可以再选择，我要再成为你的女儿。